Hello，Smell 今天我们就来参观这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面最古老的城市，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城市。这个就是伊拉克最大的监狱，关着所有的恐怖分子。这个 Old City 在这里。Was one of the first city in the world of human history. 今天和姐姐一家子人一起过来的。乌尔城距离纳西米耶大概60公里左右。7500年前，苏美尔人选择在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建造的乌尔城。伊拉克的两河文明是比古埃及和古印度还有中国更早开始的人类文明，现在这边已经上不去了。而两河文明的开端就是苏美尔人开始。What are you thinking? City was built by the sea. There was a sea here. 所以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它这个是炎帝，但是现在没有水了。而乌尔城就是早期苏美尔人的代表，最早的楔形文字就出自于乌尔周边。这个类似于金字塔的建筑，实心的，就是乌尔时期国王祭祀神明的地方。以前每个城市都是以这样的神庙为城市中心而建造。每个城邦都有一个供奉的神，乌尔大神供奉的就是月亮之神娜娜。时光荏苒，你无法相信几千年前的历史竟然矗立在你面前。Good night.